都不好吃了，永远丢三落四。我看你压根就没打算回来。你一个电话我就回来了，你还以为是我打电话叫你回来，还是我需要你回来？王静静，客户要啥你给啥，改不好就滚蛋。听说你是设计师，哼，不干了。你现在是什么都不跟我讲了是吧？麦小雨，你说咱们过的是平庸的生活吗？个半途而废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你说什么屁！一帮人在这装腔作势，那他妈是绝了！一个跑得太快，一个原地踏步，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开始。这都是不会的光鲜是吗？这叫虚荣，这叫放弃欺人。就因为我连放弃的权利都不能有，不然所有人都觉得我没来说他，对不起你白小雨。不是你的理想才叫理想，我只是不想要你有后顾之忧，我想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。我是不是又把你给弄丢了？